带着能动弹的兄弟赶紧撤，往山下冲，能走一个是一个。走走。快点！交上火了，上官瑞呢？上官司令，上面喝茶看夕阳景呢。哎，钱队长，都跟你说过多少次，别那么大方不起啊！待会儿见着八路啊，千万别手软啊！命令です。八路軍主力部隊はすでに壊滅状態、残った敵が山を降りてこようと周囲を突破し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のこと、一人の八路も逃すなとのことです。我预告一下，让他放心。はい。枪在后头，咱枪根本打不着。上手榴弹，抬月亮，手榴弹是不过的。把手榴弹给我。爷，主任，不行，你得带大伙出去。榴弹给我。有，哎，丫头片子，你管什么乱？你不能死，我是。下手轮不着你。回来，回来，你的娘的，给我回来！回来。这出绝活绝对让你吃喝不愁，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的，咱也不能混到这步田地，你说是不是？你说的够快的。废话，你现在做你亏的本事啊，你就是个狗上枣。你滚滚滚滚滚，俺要不是黑旋风，俺也是大虎的武松。快走快走，子弹还多少？爷，没多少。哎呦，
这他妈真是老天爷生拿馅饼往咱脑袋上砸呀！兄弟们，咱可不能对不起老天爷这种心意啊！给我狠狠的打，打死白狼的，赏大洋二百！打！他妈也配叫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日他老了，老子苦了这么多年，到今儿个，终于能吃上阎王姥姥做的饺子了。爷们们，到了阴曹地府，咱们开始兄弟。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谁要是敢欺负咱，咱就反他娘的！啊！都听我的命令，两个枪一响，咱们就冲出去，杀进阵地，见一个宰一个，能宰多少是多少。明白吗？明白。一、二。再有一个人掉队，我记住了。命かけて作っていた防戦は貴様のせいで壊れたんだ。この戦争はもともと歴史に書かれたはずだ。长官，这事可不能全怪我们啊！八路军突然从后边又杀出一伙人来，兄弟们是腹背受敌，都豁出命去了。钱家浩这小子就是按兵不动。后来八路军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堵都堵不住，才漏网跑了几个。您说这事能全怪我们吗？长官带酒，お前の理由は？哎，这个事情还就得到我说嘛，这事情是很明白的嘛。前隊長，貴様の言い訳を待ってるぞ。没什么可解释了，
ならば認めたってことは。朝令夕改，临阵换将，既然压根就信不过我，我还能说什么？報告します。主副部隊により八路軍捕虜を捕らえたとの連絡がありました。連れてこい。はい。太君，就是他。昨天偷偷给八路军送信，他是八路的奸细。情报はどこだ？是让他给吃了。嗯，不是，是真的，那信就在他肚子里呢。不信，您拨开来看看。頭を上げろ。一切准备。他不是奸细。なぜだ。因为。因为她是我还没有过门的媳妇儿，一直生活在我们钱家。我拿性命担保，她不是奸细。检索你，哎呀妈的！我，钱队长，是我瞎了眼。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检索，こんな綺麗な奥さんを持って。本当に福がある男だな。